我们倡导以文明交流，超越文明冲突，反对攻击特定宗教文明的歧视性言论。希望瑞方吸取教训，切实尊重包括穆斯林民众在内的少数群体的宗教信仰，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，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表态落到实处。 长期以来，中方一直积极支持斯方经济社会发展。当前斯里兰卡面临经济困难，中方已宣布向斯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，并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向斯方提供支持和帮助，助力斯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。我们相信斯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够克服暂时的困难，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。